记着那个道理，心脏为一个根，慢慢听我唱林啊曲，我一唱林子林啊，兄妹两个人来到吉隆山高头为根，接来唱啊，姑啊我扶你一段情，姑今天坐坐来的想的，哎。我们赶到京都里去，跑了好赶到东街，林子伟啊林子伟，张子伟啊张子伟，我来起来性命一定难保。五张你去，好过，那一时我寻这个事体都了却不行事，今天刚过来上面来报的报，王家，那张子伟人悄悄地赶过去。到达吉隆山山腰，当即一批强盗将常子伟接上山岗。啊！不晓得古今天去哎呀！常子伟不能那个大陆云南城，今朝我来。先高为一个灯，这一定要吃死啊，就一旦来到我林去，我是夫人小仙女。嘿嘿，王爷爷，那我要别人做西家，这男好心有好人为救。王爷爷，那些别人要爱西东街。我是父亲弄来的要接儿女方林啊亲啊，河里老太太在金王里打来临，一起儿女来临为临，娘啊娘，那丈夫又有伤心命，你这一夜母亲啊就儿女啊你起来你可怜你，我也你帮我个亲，一毛有人来通病，我那丈夫高的吉隆山叫我啊听，一批强盗就给你一个真啊，你看先到你要进娘啊，娘啊娘，强盗的山林防护堵为娘啊做，今天啊丈夫还是难做啊娘，娘啊娘，现在我为妻我亲生我爹我亲生的一半啊娘，儿女我双脚白露来亲个亲啊，那放放我儿女大心儿女啊，明末归家真正的你，那儿我两个放了落去呢，那明确的这个两个一旦要成功成老的娘，那些我们跟我走出去，我做女老鬼宁可帮帮这个姐，那他们我的儿子呀，能帮帮这些个，可我那不是想想办法去。我是夫人有好心，带来
老中啊东道松归两个人写掉但是来到乡里啊去一人一中归第一来乡安林啊老夫人的气门刚困心老夫人那儿子王爷那西北的有这我把那小家的人也扯过去和你切切放你到这的脾气他说金毛中的人工要进到亚的王会群落跟他老中归相的在而摩日夫人把王爷的人迎去和过去这次一得老中归上了这两个我的我好那位可折了风声这个对老夫人我的来过那些我了我去吃了老夫人要不跟他说你们也要说然后我就说哦那么就是干了其他一位儿要十块钱两位儿要作为那两两个我俺两个说那两个我的你看那是像个委屈的老中贵领着了书记那何命何物与道者他的那个路难行，可呀，这的路难行，十字军军当红啊灯，我一人来这一位人啊，大气天要亏仙女。大吃亏三云人刚刚你讲陆书记大吃三日之后呢啊不仅仅啊我的岳父人啊我向陆书记的人一动大的到了金都而去让他们有个大的心意说下去哼连子民那学着长子民那个小德也长过不离罗书记一个独立大道中间也何的呢这个何的协力也长过不离我要检查去给让他不让他不那说你总要凭良心那个小人不你呀成啊我只能老子讲一声那个几百年先你心那个风雨大生命那大海里洗澡心父亲啊父亲你的早晨春晚那个那个一方方这里把你看看要时间多过去要我多过我你放早晨春晚我放早晨春晚嘿嘿让他们自己呢好多命呢这个多多命早晨要书记一动鸟有烈伤心一路这里一路这个叫个多的眼睛光阴是继续流行还晓得各位老书记土地里小人一夜只有为个人啊一路路四荡路难行土地有过多的呢这路有过难车的他那种经验你是问我不需要我那叫西北呢你就想我独立一坨了这路子呢很好的你说已经是明亮了那些我们新的这几句别经历毛病了可能独立出去一路上的人这那一点不起光顾要光还是
要从长子里送到长津府。爹爹呀，我来到山东的英雄，还有那嫂嫂露拉苏雅金，来喊王夫婿哟啊婿，好叫我吃上这路的姻缘金。妹妹呀，兄长要求你一桩事，你好好下山去呀，等去。当天呢，一杀一个人啊，你要不我朝那领亲？不过喂，你挨我七星一杀，那一击一杀我你要几年过？我那个形象不低的嘛，那弄阿个家的，这个来大姐。那嫂嫂有个独身当来压力，家里到河边有棵荷枝山边种，今日就是那嫂嫂落树金，落落牢牢要记在心。原来嫂嫂家里到河边的公子王德盖了一棵荷枝哟，给老鬼学的那一嫂，他说好，我女扮女装下山前去当亲人吧。同志们，脱离几位那个老书记，匆匆急急把五押运呐，西东主安快心，腹中疼痛当人拉的，前来我十月满足要生小人，两人里又做了半下为夫，郎君何必要生下为个人啊？我替他的看女子，哎呦，哎呦，你哪来的狠啊？脱离，你这个还嫌我这还多？看得这里这个人，你在门中下山的寻找一扫表门困陷阱，前面有个小凉亭，凉亭里的有棵拉笙，别叫别人哭哭啼啼为一个人啊，这让心起心得真，要是也是要一个男人装的讲，家里一个男人走这么老树低的可里多没几件，保持一破死领导小人落地也看安生，小毛的擦啦擦啦的海，火里落树鸡呢，起你那灰不起的，这两个小毛的擦啦擦啦海，当我这一个女的，你们一定放下，一定解散。因为那个张金花，小人抱得紧真真。一路来的千灵为一个亲，这个两个女人相貌蛮端正，你到河边去欺负外面啊，家里到河边要亲人亲，这亲人光是往河边的一口吃的，那或者给了不行的，哎嫂，这让小人包着好，
我给衣裳上一点穿好用好，咋着也得意。侬为一双心嘞，侬为一双心嘞。老书记慢慢叫你来心啊心啊，抬起头来去领去，眼面前你那是个马三位女，有位和尚一生我与您三小女。侬我搁旁边立对子，我见侬是个牛头小光棍，这种事情你不解应啊，啊嫂子去笑脸难迎，那位嫂啊。让我弄了一杯酒，让我是一个女中当来压人。牛外帽子去领亲，屋里这个女娘为名。哎啥呀，我们哪里人？我落那个叫啥人？那个位两斤三小人，我长长短短帮我个亲。老书记叮当响几钢琴，我到街边的年轻呀生。那是好是虚我不知情，那位还没爱一位个生。我那是他是萝卜谢姑啊，丈夫去到京都人，我托住浪荡的一个那个人，京都要去丈夫为寻，我立即扶住疼痛当爱情，我两人三人小女，要叫什么名字？这个我叫罗书记，哈，少少呀，这个少少一声。听我把玩我领了亲，那当我路是说完的，学着那姑娘唱情为个佛啊，那胆子多多你要紧啊，那个佛前女人嫂嫂，我是那姑娘，我家长金花，那哥哥家长子里，当官只能作为夫妻，在小人去见过，因为林子里，哥哥我居然还先到的，今天晓得几龙县，啊，妹妹，嫂嫂，耶，我记得那么先到的起。长颈鹿变得一扫把路呀人，这一扫人变大路，小人手里吃大路，这地道变得个人吃的过来先搞得起。而且哥哥长子为个人，夫妻相爱要先搞啊的，长长短短当邻亲，那是哟是你鬼子呀鬼子，我让侬大忙中一洗表示看你来
这里的先高的你到这个夫妻相对十分难得，要不不说说那两个人跑我两口，这样给他跟朋友的说每天来说还是借工租金钱。今天我那六十斤鬼大心灵一路日家真心当心叫呀大地一般中国丁啊兵莫大几名他妈家比没有一个人大大进度这一辈人啊来些经历这领情要去这名圣堂的但啊一路之上我他妈家比对呀感谢经济的高明因最小的长子张公和后代为一个君，记得历代我领亲，与我王孙啊，那打的兵马的东西，那不我吉隆山上去可能，打起军兵也先个亲啊，要保卫吉隆山破压的人。到仙家呀，我热络七八托大王一当我包，大王一王，那样呢？我记得有批宁波县的共党吉隆县和钟乐罗有与我下山一程也。两个别荣耀当的不晓得当的几人别样的亲人全部扩到山高的扩到山高的嘛其中有一个顾晶晶呵呵林志伟想了想雷大姐我林志伟舍苦舍难就是一个幸福的心给为林志伟你找我你不尝过保着血黑雷呀呀那将顾晶晶帮起进阶古今天啊古今天想得到今早还没问题我是朱阿青那些英国的人也把我的飞海你找我才要把这阴阳心一定要想不惊惊不惊惊长子里啊长子里想不到那长国大臣有个何的你看我心中人生里还有我的这个心里加快不切
今天要保持记载，你的螺丝筋要吃吗？刀下留人一样死，去你清理来这军，此刻回应一位生。今朝我要写我几把老母去，如果你敢不你接，我天宇谁人要不能伤心命，终于我的几把老母去，做人总要凭良心，真记得我先有出山引亲人，破里几把的夫人两人人，一直那个牛接那个做兵争，我为的寻找老母那个亲，不得其他莫人啊人，一滴寂寞的高兴，一路奔子来而进啊，王府里的做西门风，跟我结交来三巡，做戏做到几个落那个人，一摸着我落难老中人苦心，虚心下大京都那个人，西北来接落表面，做人需要要想一位想啊，你哟还是个救命恩人娘子啊，顶不顶了这滚车吹中了一样一样一样，那长过西东一色掌心不着一包无责任的小为人，让我举一一当个定啊，一定要见不惊人贵人啊，积极写的是做错要来钱呐，长啊过啊，一闺人啊，那两个人都是一路酒，我听我的名字哪一个，但是你可比伤心啊，那慢慢落的一把对针，反正简直没可信，拿了一个两斤几年的板子，我去那个他，好好好，一诺一诺一诺，在哪？江湖军军老家里分去了，西龙山搞到老家里分的，那一点没讲，要讲这个古军军老家里找到了那些，哎。那女罗素金做这个鸡巴群，这样心大来临，弄得我五十岁难做人，说的东西弄得阿金做个鸡巴大心，那鸡龙山现在有路何时的营养是这个忘了吃了就别动，难道要晓得不正经何时管家的咱那个人啊，当中老哥就不管你死的而且管吃毛病的，要比风风风你气好一直拿我的，那给你是当过有毛病的，我想得得病，太阳你又要不对啊，
傻傻看人不要紧，我来打耳朵先为个人，你比懂得精神也真啊，看人何地早里也清，一张你比懂得中为二两，站着你比懂好子心里两百年是个什么方面，一直说喏，从那呼噜噜呼噜噜连忙先我地你要下边的连大路去，当然要让你来动，不要让你来动了，这个人啊这个希望不能都是我的，你到好车的上面你懂得了，总共要到我地的三个洋室面，你说你让你你至今不要你得的了，一个大路山河地不定地要为君安起，为大京都要子王荣起我起，儿子的兵要当吉隆山，因我怕的我真也真王吉下命令，因我地气先来生气，打来压力。二次攻打吉隆山，吉隆山搞得个一般安宁，多国都人为了心，因我冲上山岗顶。好好的大吃大吃莫些有多，王帝的与我们这名身上兵魔怕的个啥，叫他吉尼玛来，吉尼玛来们是吧，也一直先搞的都在忙别个家，别忙我们冲到先搞的，先搞的在热络那个西方的中两个特摩东到罗素金长子的吉姆好了，东家到金安都安城，金都里个那个金拉杆里的官宁啊去，要光顾金金，长长短短光的真是王帝一亲啊，王帝一亲七三年，我家名字叫长子林，这长日亲训诫。这常用这个理解，那三方长空四杀路没有包的心，一个没被插在正杀理解，那一个人啊活了人的长军官活了人的也送了两个，我有一个下路的人，那么来路两个的心比啊洗的最火的，咱俩来些生死一道，我的二五十长军要将林子里跟长子里两个恩爱，两个人风吃鸡战，一个我要正常之命，就问你的一郎罗阳亭，你的孩子就提些莫就用一道龙了不都出你的，我月龙先给两步上去那个地，万岁跟你要这里拿去，万岁呀能找金地打的灯，几几渐渐渐说个宁啊，落到祖母我的灵亲，由我来今天朝廷亲来长子民长勇这个理解，你在我来了解释，我要在罗素金长过屋里的姓屋啊，就去些莫用想想罗素金，哼，是我几把呢，你在我几把家里必须的，你看这里一切
原来是以我之君张之明那家七十里也若书记有个封我去了一张子去了大家我领去这些事啊让我荣幸一定要帮出军战啊但是为我写为你我一定要战我写为你原来个呢我来在想这个赵林春呢还是真的我的原一个赵林春呢是长国武的河的越孤王亚那赵林这兵所以我要将你蹦出进见但是两个我要是长子民要是长国武的河的谁要是那两个原来要是那两个那是当今王上那已经台湾十八年五张一起那两个人而我去叫赵林清来就是赵林清来要写那叫赵林清来哪有这个要写多过度气王帝那边不多你我自己一听一定要写七岁一生拿了苦啊金啊金哎只要你好你这时我是总司令那要写王家要写那我觉得我你找你去你是那个女婿还是那个鸡巴呢只要你好要长过吧要合理的哦哎要是我遇过你干的你去你懂得我心思要一直在商量哎你要做我一定要行事躲过九次长子民两个人来到我领域一群谁我落做我一定要行事决心我妈我那女婿跟你不能那个好女生那谁我懂得忘记一定要行就不吃个长子民我妈的长过我一年心里不禁的那个做作你如果心娘要帮你人可愿你恩我两个我有我这两次这兵器那句同等江山同我去哦江山哪有是民众的那你到你这边认识我了就是哪有是我的那些个人那就有两个了我那个何必死啊一定要赔付你他最应该赔去得票辛苦哎哪有两票的就一票的难道是要两个人这么清晰要不然是先王压来的我是我这个错误那我记了世界那何必听我姐姐的区里阿婆姐方这片比分出去谁能决定原来是两个人都一定要生了原来两个人商量大来了是吧上一辈子去是后辈子在家的你说一定要比戏看看临安了我路方一脚你说几个辰光就去写我的路一定要想办法去叫军人给包了何必死哎我慢慢叫想办法好叫张子民那些青年两个人总是一些几位长子呀民长子民啊长子民今早要奔上啊兄弟乃至有两位王室来请求包了你的一个人才是就起了你的来关心啊定要发落接下去南东之女若苏金宝这个小女他说那些
去哪里的关心我，好了那个去你的节目都去哪里的关心我，咱俩都出名啊，一直在讲要干啥子，要干苍蝇火。但是我打起来说到火，火里来的说到别的说，两个一切终于有安宁，屋里的日子人莫是诺言啊，爷爷那唱过一遍，在那说到过，等到三太子八堂走去，再一来。他这个叉子鸡，咱们两老婆商量之后，我终于呢，就点睛前言，将俺宁母亲想要到这爷爷两家弄娃子去的，怕我折命不亡，咋了？大的兵马要一番王城，唐英国敲起张日记啊，打雷呀铃，打的兵败二零七，有人系统一个兵，说到过谁家打的人我来进为个公啊，二呀他人来交警，嘿，听老张讲的清楚。那你找我出去当自己啊，要攻打中原，那要长高不离过山，我进长不单，进长不山，不是我大领人马要翻进王城。举马把西通兵，通兵金丹大将军，将军你们去这位个兵，那些兵兵这领亲我所落过宁兵来交军，既然皇帝天天为个亲啊，还是金家大领，我到了来将我的要机场不当机场不歇，要长波无力挂山，不急，那此计为我的好，谁我你要长波无力挂山，你要出是长吉啊，那呀要翻进皇城。这期间我有那个龙那个一个那个古精的真的忘记了三个女金银高的蓝蓝桃亚路，他为什么要出去唐日记要经常不当经常不写，那连大姐可能来唱歌无为一个人下了为命，莫非那常用这个小女叫常用货，可约定要唱日记啊要唱歌无力关山，这其实我有人相信几位大姐，我就领司令就麻烦就说日子就一两个我但是那老爹你提到你关系中有个长司令是长过物理的合理，我在那想而长日清的训诫长司令袭击八杀领兵叫经验，看我好甚至一大的将长司令放起来，要长子令就在所罗国有人系列进教我封了那人呢西任大将军那大领人魔西去进教，长子令长军火一种一种心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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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顶摸金个路啊走，路上行走快的心，打的兵分打来为何个人啊？成了高人心明清，他清醒了。唐子伟。成了大的一顿子上日子啊错心难明王郎嘛何地一位女将起飞命还是上日子啊错顿啊子那次来接你说你啊我要上去你一生喂何地那位女将你为什么错去唐日子啊你是少女喂请了刚才的将军清楚你为什么错去唐日子啊你是少女那我来、啊、女将清楚这个女将爱一生我就唱过很多唱有气娘啊家家家唱有爱的歌娘我们家唱子民啊那老大家是说你旁边的金火来了我的哟姑姑这个好像是俺爹爹宁火爹爹喂我跟那个儿子唱金火你晓得我的这个宁火去喊阿妈家比比的儿子请你去你拉阿丁阿丁上忙落我忙上养得起灵清天上去不是你自己打来临一个而起的光灵清不是人啊你别人啊你那个人给他唱滋味莫让二爷何地一百年他却证明了相安的人哎你谁叫你接近他却证明亲爱相应到了两个是莫和兵一同为敬父子结家呀亲那些跟你帮你为个亲你这么些说不完是那妹妹常有说依然说都大于为个亲等早日那两个的家亲两个的诺烈士兵那边边我舍得为了这总要感谢挺托真的忘记想了想长风我要先跟你留到事情那家两人多多如此兵临高墙好长子民不来清风但是我表父无德不报不与为贵但是呀一直以朝中吃干净那晚些情呀干净呀病可见啊长过大日啊去黑人啊流入他乡的苦心不咋的我朝中来做官我气魄那风尘你要做官官下分原来为什么要做官哟
家家的心跳在包，我是女委会，他不好，张志明抓人七次一刀，被那唐东的警匪扫息，被那资金无极。那听那家家的指挥，那请一下手。旁边的九七三毛牛龙鱼，阿哥是要打的，那你刚才我被捉鬼，你我命啊！你只能叫平白扫息，你还要去行了岗的。干啥？唐志伟正行去，下去龙恩，封长宁火为玉面娘娘。但你找你去，今天高热，要把其他的事情一讲。今天这能提起我林安清，你是呀七分都是我的结尾一个音，嘿那爹娘的伤心一早天了我对你一个真啊，要是要我叫你我一生，要不能死老早几龙山搞得不能死的，你干什么说我要封我的啊，旁边的是我的就是什么用我的原因是呗，他过去是这么过去，今天来些不能平分早学难了，那资金无极无力的了伤的了，而且是几乎来些跟你这种一边名扬方法越不越这个那有资金唐子伟唐军火唐明火一动压大西个拉住鸡，压大西个拉住鸡，家娘为了你亲自压西，平分早是金气为个地呀，唐国还有百姓义，双月节三节银子里，腾腾跃跃到地里来干下呀。一枪兵到中来听，唱大来你啦啊中啦啊听，双月节。现在林子里大女女到来临